大家好，我叫倪春美，英语叫 Chun 美。我亲爱的美国妈妈对我特别好，她家人朋友都说我在美国长大应该有英文名字。可是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尊重亲生父母的选择，感谢他们给我生命和机会当他的女儿。我为了找到亲生父母已经去了几次义乌做电视报纸采访，可是没有找到。我知道我生活现况挺好的，但是还有一种不完整的感觉。我常常想到亲生父母，他们在哪，生活过得怎么样。我每次想到不能找到他们，就会感到心碎，怕一辈子都不能放心。